胖胖虎，贝贝跟嗨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。好，哦，我想一些生病的朋友们到了。医生，请帮帮我们！哦，朋友们，我们快点开始治疗吧。第一位病人，鲨鱼奶奶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想我吃了太多隔离面包。吃太多，肚子痛了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我的肚子痛。别担心，我会让你好起来的。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帮鲨鱼奶奶治疗吧。哦，我的肚子。坚持一下，鲨鱼奶奶。我们要帮你治疗，让你感觉好一点。让我们看看他的肚子，我的听诊器在哪里？我来看一看哦。心脏，状况良好。哦不，我听到肚子里有雷声，这样不行。护士，请准备针头。针筒，哦，我的天！别担心，一点都不痛的。哦，很快就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亲爱的，不好意思。别介意。最后我会给你一些药。护士，请准备粉状药物。然后打开袋子，小心地把它们倒入水中。哇，药水混合完成。朋友们，请记住，只能吃医生给你的药物，并且需要按照医生吩咐的分量服用，一定要记住哦。那鲨鱼奶奶，请把药水喝下去吧。哦，好苦。哦，我的肚子感觉好多了。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你的肚子嘟噜噜嘟噜，好多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消化啦。啊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非常感谢你，我可以放心啦。真替你高兴。从现在开始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呢。下一位病人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哦哦，我的喉咙发炎了。哎呀，他刺得我好痛。哦，让我们赶快把刺拔出来。我们可以用手电筒找到刺，用镊子把刺拔出来。我准备好了。鲨鱼爷爷，请张开嘴巴。啊，朋友们，我们快点把鲨鱼爷爷喉咙里的刺拔出来。我找到了一个，轻轻的，我拔出来了。还有一个，一、二、三，我找到最后一个了。哟，我们把所有刺都拔出来了。
我们擦些药膏，轻轻的，小心的，擦好了，呜呼，治疗完成了。鲨鱼爷爷嘟噜噜嘟噜喉咙里，嘟噜噜嘟噜所有刺，嘟噜噜嘟噜都拔掉了。哼哼，一点也不痛了。幸好你及时来到医院，鲨鱼爷爷。如果刺卡住太久，可能会更严重。嘿嘿嘿嘿，非常感谢你。第三位病人，锤头鲨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痛，我的头撞到岩石了，是隔离。哎呦哦！你的头上肿了个大包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真的好痛！我的脸，我不。没事的，朋友们。我们来去除锤头鲨头上的大包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一包冰敷袋，我会为你冰敷准包。啊，这里有两个冰敷袋，你觉得我们应该使用哪一个？我们使用有漂亮图案的红色冰敷袋吧。啊，好疼！哦，这是热敷袋。对不起，我会换成冰敷袋。这个会很冰哦。啊，好冰！再忍耐一下，肿包越来越小了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涂上药膏。让我们挤一些药膏在棉花棒上。然后小心的把药膏涂在肿起来的地方。哎呦哎呦，你真勇敢！现在我帮你贴上 OK 绷。朋友们，我们应该选什么图案呢？闪闪发光的星星图案。好的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想我好多了。锤头鲨，嘟噜噜嘟噜，现在你嘟噜噜嘟噜好多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医生、护士，谢谢你们的无痛治疗。大家回家要小心，要保持健康哦。哦，非常感谢你，朋友们，下次让我们再一起来治疗生病的朋友们吧，好吗？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使用拼缝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